想见而不能见，闭上眼，你的身影让我如此想念。想遇到的那一天，色彩如此鲜艳且温暖。不安和怯懦消失不见，你的温度让我勇敢，像个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你身边，且柔软。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崇拜，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不再离开，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 Falling in love， 整个世界那么甜，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 Falling in love， 两颗心好勇敢，去跋涉最远的山。中国年，卫龙辣，给您加点辣。卫龙邀您收看高光时刻。那个，我。且温暖，不安和怯懦消失不见。与热爱共呼吸的新康泰克，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算下时间，快到了，提前给你叫车。我自己会叫车。怎么了？感觉你要是留胡子，应该也挺好看。他挺不忠的，你坐好吧，你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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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对了，你会来看我比赛吗？到时候看，不一定赶得上。哦，对，也是，你太忙了。你是什么星座啊？我都不知道你是几月份生日。212，水瓶座。2月12，那我们认识了。
我那天在干嘛？我们聊天了吗？没怎么聊，准确来说，在见面前，我们什么都没聊。我们还见面了？卖关子呢？吃拉面那天。嗯。你怎么不说呀？不是请你吃面了吗？那，所以，你找我喝咖啡，找我跟穆小天，也是因为过生日。碰巧。为什么不告诉我？那天回家的路上，你还在自我介绍，说我叫英国。那天咱俩的关系，我要是主动告诉你，你肯定会尴尬的。错过了一次生日。没错过，不是在一起过的吗？不一样，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呀。走了吗？走吧，你到了告诉我。那我走了。吃饭多喝水，知道吗？不然我会担心你的。好，知道了。去吧。Wait。林阳。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崇拜，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不再离开，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 Falling in love， 整个世界那么甜，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跋涉最远的山和明天。
从火车站那边走过来的，又舍不得买火车票来坐巴士了。钱嘛，能省则省。你最近往来很频繁吗？最近事情多？还是恋爱了？哎呀，你看看，哎呀，终于有人把你拿下了。姑娘在这边念书，来这边训练，之后有比赛。比赛啊？那不是要走了？打完就回国？对，跨国恋呀，这可不好搞，距离太远了。We are close。哎，你怎么来了？刚回来，这里近，懒得回公寓了。我今天要回去陪我老婆过结婚纪念日，所以我就不能陪你了。我知道，你跟我说过。我跟你说过了。那我先走了。去吧，剩下的我来收拾。谢杨哥，钥匙呢在这儿。冰箱里还有一盒蔬菜沙拉，还有点面包和苹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呢，就对我吃一口啊。知道了，嗓子难受，不说了，赶紧走吧。你不是好了吗？我看你前两天都能说话了。唉，累。累了。嫂子辛苦呀，陪你这两天啊，是不是？哎呀，行了。本来今天呢还想和你说点工作的事儿，算了，改天吧。赶紧走吧你。走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啊，你听着就不用回答了。他们呢今天已经去赫尔了，说是要在比赛前多住两天，熟悉一下那边的环境。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你从来都不去现场看比赛，所以就没跟你说，让我转达一声。啊，赶紧陪你老婆去吧。那我走了。嗯。有这电话啊，走了。训练结束了，我发现昨天和今天上午看完你演练特别有用。我现在在看这些本地选手的比赛资料，好像更懂他们的思路。有用就好。林同学，你怎么在微信里和面对面差别这么大呀？有吗？当然有。如果我把微信聊天记录给外人看，肯定认为是我追你。是吗？你在忙，打字这么少。我在求事，救我自己。
我也在房间呢，也就我自己。视频。好。哎，能看到我吗？喂，听得见吗？喂，是不是信号不好啊？我听得见你说话，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喂，现在好了吧？你在干什么？啊？怎么回事？球房信号这么差，客人不会投诉吗？一般人不敢，老板脾气不好。你怎么现在还在球房呀？那你一会儿回家不是很晚了？不回去了。在球房吗？有床吗？有。其实我心疼你。坐车送我过来，再回去。是心疼，还是想我了？都有。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手绘图拍一张照片呀？我想做屏保。哦，对了，那个我的比赛时间表也下来了，我等一下给你发截图，你看看能不能碰上时间。我其实研究了半天，我觉得吧，小组赛你可能赶不上了，但是祈祷我能够杀入四分之一决赛。在下下周六，周六的话你应该有空吧？人呢？回来了。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还没正式开始赛前训练呢。他怕我影响训练，就提前回来了。哎呦，瞧你这小眼神啊，就是可怜李青言啊，大赛前失恋了。我跟李青言真的没关系。对，你和李青言没关系，是他想跟你有关系。结果呢？这不没成吗？我听几个教练一直在夸你那个男朋友呢。哦，怎么样？这次比赛他来不来？这可是你第一次正式职业比赛，意义重大。还没确定，应该可能没空吧。主要是他太忙了，正好赶上毕业季。好吧，那我先去洗澡了啊。
有感冒症状？999感冒灵，暖暖的，很贴心，邀您观看精彩剧集。新疆番茄是个宝，来碗茄皇错不了。茄皇邀请您精彩继续。小六，你服个软，是你错就认错。六哥，求你了，你走吧。董新成没你这个人了，不管你到哪儿，不管你管谁叫师傅，我绝不拦着。从今往后，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小六，认个错。小六，别犟了，小六，快认个错啊！赵，别让老师生气了。六哥，六哥，让他走。林阳，林一阳，谁没有犯错的时候？认个错怎么了？林阳，我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练球去了。怎么忽然想练球了？试试新杆子。你们球室杆子不错，一看就是老板懂行。小果，以后我要犯错了，给我个改正的机会，行吗？不是说出轨那种。好，三次，十次也可以。逗你的，我脾气好，不爱生气，买点好吃的一哄就好，肯定没半个小时就忘了。亮款啊，笑这么开心。啊，限量款。你还笑得出来呢？你都去炼狱组了，你那个组啊有70%都是汉江，全是玄之界排名最高的那一撮人。哎，我想想就不寒而栗。反正都要碰上，提前遇到也挺好。哟，你心态倒是挺好的。如果目标是最后的冠军，那小组赛遇到谁不都一样吗？说得好，霸气。哎呦，我想再去练会儿球。好。哎，那你注意点啊！我今天刚从队员那儿回来，他让我今晚不能再练了，要不明天正式训练都困难。行，我知道了。好，走了，注意安全啊！拜拜。
听说你在炼狱组啊，紧张吗？还好。听我师弟们说，你跟林一阳很熟。对。他最近还好吧？挺好的。今年硕士毕业，也拿到读博的 offer 了。那就好。我在囚房碰上了程岩，他问你还好吗？他会怎么说呢？这么晚还在练球？反正也没事做，再练练。训练不能过度。只有半小时，不多。你和他过去一个囚房的，能不熟吗？总算是想起我来了，你去楼下囚房找一下小果。这么晚了，我找你女朋友不太好吧？程岩在，我怕小果多想。不是，这怎么碰到的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可不是为了你去的，我是为了因果去的。到酒店了，杨哥，刚办完入住。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起了去我给你们找的球房练球。赛前可不能偷懒啊。好嘞。什么正事？对了，杨哥，咱这个球室这次要租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很贵啊？我们三个商量着平分了吧，要不？不用，我已经付清了。那别气了，还是我们来吧。钱的事情你们就不用考虑了。专心比赛，啊！我先睡了，挂了。你看，我就说吧，杨哥什么时候让我们自己掏过腰包啊？是你不会说话。不是，你还……算了算了，他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哎呀，别说，这次来我还是蛮感慨的。我十几年前来赫尔的时候，那个时候钱叔叔，您别忆往昔了，咱们先上去休息吧。就不能让我缅怀一下青春吗？
他追过我。难怪呀、啊，小果儿，我第一次见你，就想认识你。第一次见。他在说什么？在酒吧，在窗外，看到你就想认识，过去没有过。那天在 Redfish 想和你多说几句，完全没经验，不会和女孩说话，只能请你喝酒。师妹在呢，都要走了，你怎么来了？啊，我这不是睡不着吗？下来看看。哎，英国也在。哎。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英国，你六哥的老婆。原来是六哥的人，幸会了，嫂子。我比你小，你叫我英国就行。英国，好听。那我先走了。啊，行。拜拜。拜拜。哈哈，说还挺巧，我们东新城来了这么多人，偏让你碰上程岩了。嗯，正常嘛，就算现在碰不到，比赛的时候也会碰到。啊，是。嗯，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林一阳吧，他从小长得就帅，过去我们东新城追过他的，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啊，你听哥一句，他们就算追过又怎么样呢？他们就算现在还惦记着又怎么样呢？你就不能把尾巴翘起来？你可是唯一一个让他栽了的，还是他自己倒贴的，还是他一眼就惦记的？高兴了？高兴我们就吃炸鸡去吧。哎，我昨晚上在附近摸了一圈，有一家是真不错。我减肥呢。快走吧，姑奶奶。我才刚洗完澡就被踢下来救火了，必须得吃一顿大的，才能弥补我受伤的心灵。你还别说，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有人为他表白，在联欢会的舞台上，这么大的一个台子，从顶上打下来一束光，站在中间对他说：“林一阳，我爱你。”所有同学肃然起立，就为林毅啊！我跟你说，还不止这个，情书、千纸鹤、星星，每天都有。先是他们学校的，再是我们东新城的，还有后来比赛那些球友，哎，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就那些人之中吧，就属程岩追他追的最凶。当初你不还想把他挖去北城，他死活不乐意。我觉得呀，他至今还留在东新城，就是为了林毅啊。我哥没说过这些。他跟你也不是一代的，他成名那会儿你还小呢，他跟你哥林阳他们是一代的，不跟你说也正常。怎么了？你到底是来拆台的还是来救场的？
你老婆笑呵呵的，放心吧。There are altogether 64 people in this tournament. In this tournament, we have the group of death. This half includes the champion of the last China Open, the champion and the second place of the Singapore Open, as well as the champion and second place of the last World Championships. Oh yeah, this group is just packed with the best of the best. Every player has the skills to make it to the finals.你说你来也不早点说一声，这还是我和别人抢剩下的，你就对付吃吧啊！还是第一次参加大型赛事，心态不够稳定。秦叔平时不是这个水平的。嗯，我刚刚看比赛了，嫂子连着连胜。啊！你就没打个电话恭喜一下人家？没有。不解风情。Player Yin Guo defeated Russia's veteran Noi Avelina 7-3 in the last game, then led by 7-4 inning, defeated Margaret from Poland. Congratulations to her for qualifying in advance. Congratulations, Yin Guo. 大豪，嫂子你真棒。你怎么样？排名多少？我差一点就进十六强，跟嫂子比差远了。我一上场我就紧张。没事儿，第一次参赛很正常。我还没吃饭呢，先去吃两口。好，你快去。真的，那次那事儿挺好笑的。哎，你后来怎么了？我没想到，没想到。坐下歇会儿，吃点东西吧。哎，吃这个，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吃。手机没电了，我去那边吃。啊，去吧。六，
回来了。回来了。六叔，六哥，他就是林逸阳，江阳的师弟。哦，杨哥，我先去。没想到他能跨越自己的自尊心回来看比赛。哥，我好像太想赢了，想要进决赛，想让他能够看到我的比赛。你刚叫我什么？哥。对着穆小宗喊得出口，对着我就不行吗？凭什么呢？你不是说不一定会过来吗？怎么突然你就过来了？你也不提前说一下，你刚刚吓死我了，心脏病都要被你吓出来了。不希望我来吗？明知故问。全面高阶营养，五重自护成长。全面高阶营养的海普诺凯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